为了打击伊拉克合法营队，以色列耗时整整3年的时间，精心策划了这次巴比伦行动。到了1981年6月5号这一天，6架 F-15 战斗机和8架 F-16 战斗机组成了当时以色列空军最强的战斗机编队，正在机场蓄势待发，随时准备冲向伊拉克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北京突然接到了来自摩萨德的一则消息，正是这则消息让在场的以色列的高层们顿时目瞪口呆。1981年6月5日，担任护航任务的 F-15 战斗机已经先行起飞， F-16 飞行员们也已经进入座舱，随时接受起飞的命令。然而就在空军指挥部准备发出起飞信号的时候，北京总理突然收到了摩萨德的紧急电报，文件上清楚地写道，此次任务可能已经被伊拉克人发现了。看到消息之后，北京立刻决定暂缓此次行动，并命令摩萨德调查事件暴露的具体原因。仅仅数个小时之后，军方便认定这只是虚惊一场。但是这次推迟行动却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好处。再下来一查，发现很多炸弹的引信没有弄好，一旦扔下去就是一堆钢铁炸下去，不爆炸的。推迟行动也造成严重被动，因为摩萨德又给北京带来了一个坏消息，伊拉克计划于7月14日国庆节启动核反应堆。核反应堆一旦装料启动，轰炸就会造成核污染。时间有限，北京很快就将袭击时间定在1981年6月7日傍晚6点半。因为7号这天是星期天，星期天这天大家思想上比较放松一些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把时间呢定在呢晚上6点半钟。定在晚上6点半钟也是有讲究的，一个晚上6点半钟是军队开饭的时间，这个是一天当中的比较休闲的时候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军事方面的原因，到6点半钟的时候呢，太阳还没下山，太阳这时候已经挂在西边，以色列的飞机从西边飞过来对伊拉克发动攻击，它是背对着太阳。伊拉克呢，伊拉克的空军还有伊拉克的地面部队、炮兵部队，如果对以色列的空军发起攻击，他呢是面对着太阳。这个呢，以色列考虑非常周到。除了袭击时间，以色列还对此次巴比伦行动的飞行航线做了周密的策划。从以色列到巴格达，至少要经过叙利亚、约旦以及沙特阿拉伯3个国家。以色列最终选择的航线是从以色列南部开始起飞，先是沿着约旦和沙特阿拉伯2国的边界线飞行，巧妙地在其中打了一个擦边球，以左右蒙骗的方式达到掩人耳目。而后半段航程，以色列选择完全飞进沙特阿拉伯的领空，因为这片领空是一片大沙漠，也正是沙特防空力量的盲区。最后，以色列飞机穿过沙特阿拉伯，飞抵巴格达。